要介绍一台破土的磨豆机。那这台磨豆机是鬼齿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除豆槽的盖子，这是全铝制的。那这个除豆槽可以拔起来。这除豆槽也是铝制的，那机身也是铝制的，然后这个是开关，来看一下鬼齿的磨刀盘。然后出粉的地方，那这台机器上部分大部分都是铝制的，那下部分像机身这个是塑胶的。这边有一个防滑垫，那这台是转速可以调的，开关，再来是底部，底部有一个应该是保险开关，它如果有出问题，它应该跳掉，然后再按这个就好。那我们现在组合上去，这个铝制的就比较有质感，因为大部分的都是塑胶制的。铝制的，然后配这个胭脂红的颜色。那这个有防呆槽，只要对准这个上面有一条，这有一条那个卡的，就可以装回去。好，放进去之后，再来是这个最外侧的调整阀。这其实转起来很明确，就会哒哒哒，不会说你调到一个刻度觉得，怎么没有调到这样？那这个是沉轴，这个也是铝制的。然后装的时候，这个箭头朝上，这边有一个凹的朝上。就是推进去，再来就是这个螺母，这也是金属的，拆卸非常方便，用手就可以转了。在装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会往外推，所以往内压一下，然后把这转紧就行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试磨，还有这个是布粉杯，这是可以拿起来的，所以粉装下去，然后这拿起来就可以把粉倒在某个地方。不过这个我暂时不会用到。
对不起。我量一下这个杯子是多少克，这个杯子大概120.6。好，我们要磨15克的豆子。15.1克，来，我们开始磨。这边介绍一下，因为大部分的机器它喷粉都很严重，所以我就用特别低的杯子来测试它的喷粉状况。好，15克。我们开始磨，我们是磨手冲刻度，然后调整到3.5。转速的部分，那个老板推荐我是500转，先用500转。好，那我们开始磨，启动，听一下这个声音，其实还蛮小声的。然后打开这个，看一下出粉的状况。差不多，那转速的时候，在磨的时候也可以调整，这是最高转的声音。那么磨完关掉，来看一下。回到这边，我们看一下15.1克现在变成几克？14.4克。所以少了0.7克。所以这边有14.4克。那我们来做筛细粉。这个筛粉器现在是空的。把杯子里面残留的细粉也弄下去。好，那开始筛粉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
看一下这个细粉，那我们量一下细粉是几克，归零哦。这个边边也有细粉，我们把它弄下来。细粉大概是0.8克，0.8克，好。那细粉率应该是算还蛮少的，好。这支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